先跟田妈妈准备好了没？进来，田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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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好了没？进来，田
上大一项代志，咱是不是要听蔡先生现场的演唱？好，真辛苦了，真辛苦了，他给我们提供这么多的哈，那我们去采访真的都是非常对他来说耗费体力的事情。啊，搁有哪呢？有时啊，迄个台东啦、立国啦，吼，人权有关的一些课题，请伊去讲吼，伊拢就安尼不辞辛劳，就是为了传承下来。所以，我蔡先生就有空，我们姐妹们先唱歌好吗？来，我交给麦克风，要交给老师。我们潘老师今天也有来。今天对我们水当当是很大一个挑战，因为没有钢琴，没有伴奏，我们得要纯真材实料这样子来演唱。因今天你再去再跟小英进行走步去现场，唱了十几首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也带几首让我们分享啊。来，给他教你，来，动一下，激动一下，因为你没有钢琴，就是这样激动的，也无钢琴哈。所以第一届唱歌无去的哈，我来讲个咱的长辈在就是这样，他们唱歌就不很准的，八十岁唱歌还这么准，然后他有很好的底子，加油嘿。好，你不能我准备两首歌，第一首叫做《寒竹》。老土包，哦，这些是较古典物件，需要听我听来清唱，试看卖吼，给你家己鼓励一下啦吼。
我要好好珍惜学习你的好素名，对你勇敢的脚步，你将台湾受扬名。哎呦，尽量看，不要生气。勉为其难，今天是本来安怎呢？因为前一阵子哈，景美人权园区又帮你们拍了一些，就是完全是歌曲的。结果讲现在受难的前辈哈，爱唱歌这人，讲一人会使唱一条尔吼。啊，蔡妍先生本来讲伊要唱迄啰《归来吧，苏兰多》哈，哎，结果讲这条好苏有朋医师给伊啦，啊，所以。蔡前辈就改成唱那个《When We Were Young》，现在最低尊小的主题曲啊，恁今这阵健康都算嘞，蔡前辈，恁唔好唔好来宾来点唱，蔡前辈自己唱，好不好？最少一首，最少一首，好不好？有点辛苦哈。那可是呢，我觉得蔡先生是从小就爱唱歌的人，我想他一旦开口唱，一定是会非常的尽情的哈。那你再听刘爷香歌声，非常的真挚，情感非常的真诚哈。那你最喜欢的歌，来。但是其实我觉得吼，一个感谢是敢若如坐针毡咯，真非常。敢若一个六十多年前吼，伫迄个咱个清河东路三号迄光华厝，就是即摆迄个台北市内登饭店吼，
这单位吼拍做的迄、那个，哇，迄阵来心情，感觉到真醉吼。就是因安怎呢？加上邀请我以前这个张老师的，伊讲吼，哎，你公司我甲你拍做，哈，啊，甲无偌久，我知影讲，伊健康受着真大的迄个伤害吼，报病的事情，我想唔通啦，我即摆会将这个迄阵来唔生囡仔吼，啊上无大型了的吼，无啥物故事啊，迄个你家己较用用片吼，啊较用较好的，再来咱再来过来看那时候，一直坚持吼，啊甲病魔哇魔多哇，真辛苦安尼哦，我那煞我那一家己完成起来，啊在这个经营啊吼。我其实已经老啊吼，八十外岁啊，哎，就叫我落来当牛落唱，啊，有好啊，有歌声的，啊，你发达我老贵气啊，歹咯，实在是上气的吼。啊，今日你过来就真多安尼，真一个好朋友来感谢吼。哇，我感谢人家，我会当较紧把我放我住，还是。也是真感觉到真感谢的这个心情吼，也好个代。啊，另外我搁一点来甲大家道歉的，就是讲，我甲这个拍片这中间吼，我甲这蒋老师提供的一挂，我家己相片也是讲，其实是真多吼，过去像讲伊只这吴建明先生。还是讲这个罗志这个罗志雄，刘志雄导演啦，还是讲迄个咱刘毅吼，这个刘那个曹先生吼，哦，伊也真侪好朋友，真侪这这个热心的哦，摄影师啦、导演啦，哦，啊，蒋国良咁啦吼，几下个甲摄过相片啦吼，我原来是啊，无想到见吼。啊！提供给这个老师，啊，在这些出面啊，我无事先无甲因你迄落，甲伊迄落讲吼，我是只只来道歉啊，甲各位各个同志个来支援啊。那么，既然吼，我上尊敬的，啊，我感觉到欠伊真多，这个蒋老师吼，啊，一定叫我落来唱吼。你别个个话到处出来，啊！我想想咧吼，即个有一条歌，我想咧教育有教育是迄个日本教育，那么日本教育内面吼，真迄个真互人受过日本教育即个老的吼，儿子啥，即个老阿妈啦、老阿伯啊吼，到即阵啊真。怀念的就是讲日本的一挂童谣，因为日本时代，咱第一代第一代吼，一百九五，这个日本来占领，这个旅游，来台湾以后吼，统治台湾以后吼，伊第一代这个学徒部长，哦，就是叫做伊泽秀二，伊泽秀二，啊，这个伊泽秀二是这个日本吼，明治维新以后吼。有派去美国的 Boston， 还是那个 Pennsylvania 吼，去向去美国吼，学迄个师范教育的吼，四个人的其中的一个，啊，这个人佫真特别，这个师范教育学完以后，伊佫家己入去咧，哈佛大学，啊，关于这个语言教育的问题吼，伊拢佫去继续研究，啊，等来这个日本以后吼，伊就读一个吼，为美国请。音乐的老师，他来到日本，那么彼此那在到日本吼，来包括到去向这个奥地吼，买真侪迄个西洋的乐器，像讲西洋的钢琴啦、小提琴啦、大提琴啦吼，还是管弦乐器吼，哇，拢买一大堆，啊，开始建立这个音乐学校，啊，而且在这个推广这个全国民的教育吼，啊，小学啊小学拢有一个小学唱歌啊，歌本吼，来推广这个现代的教育，所以伊也是教育开始迄个甲欧美过来，尤其是特别甲美国过来吼，去过来啊，
啊，但这个1895年以后，伊第一个志愿讲，啊无好，台湾的教育我来去，啊就带来六个老师来，啊，迄个老师亲当这个主上人吼，啊开始建，开始推动这个教育，啊，迄个六个老师。跟他这个一种说法，等于日本或者国际新的这个老师要来台湾的时候，啊，伊啊，这个部队，这个拄啊新的时候，这个男的老师出来，男的老师吼，刷啊，这个那就过去讲，咱的义军啦吼，来拍死啦吼，哇，迄阵迄个消息，伫日本拄啊在国际这个时候，听到这消息，啊，就哦，东京吼。大概双国公布这个消息吼，啊，讲要求讲吼，接到这个消息吼，我甲您报告，啊，你若感觉就讲，我咧无报告吼，啊，真歹去啊吼，啊，袂要紧，你即马当庭就会使迄个离开的，啊，假使你后要对我去，你台湾吼，啊，拜托你大家都爱吼，抱着讲，你的骨头要抵挡台湾的，即款的决心，啊，先写遗书写好咧，咱再来。既然高人吼，虽然我了有东京离开的，但是我了有东，然后像安尼吼，佫继续来的一挂英雄的这个老师安尼吼，有一款的故事。啊，迄阵啊，伊要求的就是讲，这些老师来到台湾，不但是讲伊家爱甲台湾推广这个日本话吼，爱教日本的，但是伊话都爱报这个台湾话吼，当地的语言，啊，你说有法做到安尼？互相安尼吼，沟通有法就怎个变做一个安尼吼，这款的精神来，我甲报告就是讲，虽然日本的殖民统治这种教育吼，但是咱可能真侪意见会甲伊批评啦吼，但是毕竟迄时吼，已经日本伫个在这明治维新以后吼，伫个继续伫个迄个追求吼现代化。啊，是伊向向欧美，伫这个那个同步，甲伊无论在教育方面、卫生方面、交通方面，啊，就是安尼一个建立起来。这是我甲各位报告。尤其是在正时代吼，明治维新以后，明治的时代过去，在正时代吼，伊的文化已经是对啊，到这个欧美的吼。台湾的现代的一个时阵的时候，那么在这搞个事情中间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儿童的杂志，叫做《阿凯托里》。这《阿凯托里》的时候，动员那个所有的日本的有出名的这个诗人吼，为着囡仔创作动摇，为着囡仔写诗，啊，这写的诗吼，我用这个现代音乐，即阵的音乐，大家音乐学校的一挂老师啦吼。他优秀的学生吼，改写破，啊，所以变成一个创作动摇。啊，这款的创作动摇，在我们这是过这个小学，比如说咱国这个公学校吼，公学校的教育的时候，感觉足侪啦吼。那么我有看到这个咱的歌剧华先生吼所写的台湾加拿大，在咧台湾加拿大内面有提起啦吼。我去说啦，伊第二摆往野去，哦，我们行啦，啊，我们回到独房吼，啊，去说那个吼，想厝的，想买伊的囡啊，哦，啊，然后之后，啊，想讲后尾自杀开始的时吼，啊，在迄个情形下吼，啊，伫所有的吼，会晓的吼，要歌吼，无论伫文歌，无论音乐歌吼，伫唱，伫唱安尼吼，安尼在吼，我可以我歌落去，其中一条或者这个卡拉斯那些那句的吼，七个囡仔是讲七个囡仔的吼，啊，这就是讲在这个卡拉斯那些那句嘛，乌鸦啊，什么叫吼啊，因为乌鸦吼在山上的也这些七个囡仔的那种阳光，啊，我看到今天一段吼，感觉到是非常感动，所以有一年这个科技化夫人啊，还是讲伊们公主。啊，去到有多时，啊，我同招伊吼，啊，我们来唱这个，卡拉斯诺歌，啊，也公子，起码伫中央研究院的吼，啊，伊讲我以后咧也要唱，像伊那时的吼，啊，听爸爸妈妈咧唱吼，啊，所以我来加唱卡拉斯诺歌，啊，卡拉斯诺歌我是讲，
我这老看手啊，在在搞啊。我丢了阿弥陀佛，卡拉苏瓦亚玛尼，卡瓦伊那拉兹诺，可噶鲁卡拉尤，卡瓦伊。台湾，但是伊国后壁，我迄就是日本
阮国水哦，真迄落真残忍的一个所在。啊，所以阮啊，即阵来停留伫遮吼，我今日就无伫遮来甲各位来聚会啦吼。但是在即个阮国水教育以前的即个教育，迄是现代的即个近代的教育的，所以即个情况啊，有真侪，尤其是即个初中教育吼。对啊，真好。所以我会记得讲，这个林茂兴博士，咱在台湾第一这个铁道博士吼，这个哥伦比亚吼，伊博士论文所写，就是讲，伊虽然反对日本的这个殖民统治，但是日本在这个初中教育，台湾所做的初中教育特点吼，伊是真起来肯定的吼，有这个证明，所以这个。我就是讲，迄阵啊，即一挂创作童谣，为日本的出名的诗人吼，北原百秋啦吼，像其他那个秀啦吼，啊山腰亚索啦吼，啊即个出名的最熟，啊然后即个为一个出名的音乐家来最叫的吼，哇真侪真水的，啊迄就是过程我们的这个吼。啊，这根本吼，加上伊讲，阮空间无空间吼，就想讲咧买叫我袂买吼，但是买叫无讲到一项吼，日本那迄阵啊，咱话啦有一挂吼，真这个有一个民族思想的吼，这个吼在这个迄个中间吼，早期这个中国大陆吼，去抗战的，像讲罗州的这个李友邦吼，啊，伊是在北师范吼，啊，就反抗日本吼，啊，就走去干，组织台湾义勇军，也过有这个咱的差不多讲起的吼，这个钟浩东校长，伊读台北国英学校，然后去日本读民台湾，但是伊带因的伊的太太。蒋碧玉女士就是迄个咱蒋中石先生的养女吼，啊，做伙去迄个从事抗战，但是即款爱国的吼，伊所讲的有靠抗战的吼，反抗日本，但是哦，啥物人拍死？共产党拍死的，就是共产党拍死的。另外，迄阵啊，这个文化学会。啊，是讲迄啰什么呀？这个农民组合迄剪辑啦，啊，还是讲这个寻找祖国三千里啊，这个吴思翰啦，这样吼，伊所讲的抗日的啊杨奎，杨奎嘛是抗日的吼，嘛是互日本啊掠十几摆吼，但是伊才规无规礼拜咧，但是互迄啰中国政府抓去，刚一摆伊就判12年吼。啊，剪辑啦吼，江建啦，吴思翰啦吼，这些人吼，不然拢无拍得死啊！这个我一定爱把个人攻击出来，所以啊，为着这个，我就这个所讲的这个朋友啦，伊有这个阿卡通宝，黄金点吼。Oh, so
谢。跟大家太神速状了，真的语重心长。伊虽然在受过十五年的日本教育，不过迄个童年的时候受到的人格教育、学术艺术的教育，哈，这生活里面的一个生活的教育，让伊会当有一个足健全的人格。所以伊到尾也看到这款的暴政，会当用安尼一个政体来压迫一群人，哈，手无寸铁的人民，哈，所以这款是。啊、哦，伊会当到今嘛八十五岁吼，会当甲咱讲遮个，伊个用心良苦，甲伊个语重心长，我想大家拢会当感受着吼。啊，拄啊，迄个田妈妈嘛足感动，伊讲呐，田医师要滴个，一定会甲你揽个头，揽条条，会甲你揽条条的吼。这个田医师吼。这个写予田妈妈的情书哦，就是我上头先看到的。哎，到了三上，我来叫，贵啊，叫啦，无完全用完啦，我先拍摄，等下无无都用完。啊，现在感觉着我哇，因两个这款的爱情的迄种感觉哦，真多。哎呀，搁一个故事就是讲，无尽不幸，咱的刘义雄先生，迄个。西安那个规家伙吼，含一个老阿妈，含两个这个三胞胎，遐细汉的囡仔吼，啊，吼，遐国民国开始啦，吼，啊，时阵啊吼，吼，大家真正上过时，咱的田妈妈伊早囝，一九九有一个时机，对伫外子那的外国人话，来对外公司，啊，很多大家伊吼。在一个真痛苦的时代，啊，甲这个那秋晴吼，有几个查囡仔，跟阮的同事吼，甲伊真相好诶，哇，你怎么讲？哦，工作诶吼，叫去问，叫去迄落吼，对啊，我今日有阵是大块的台南人，我是了阵等于台南吼，有一款诶这个故事，咱做伙行过遐尼这个吼艰苦，遐尼血汗时代。但是咱要天光啊！啊，咱我着当台湾人，名声优秀。哦，世界无迄款的遐久的迄款的压迫的时代，咱既然我着得行出，今仔日即个哦，向即个一步来，啊，要出现，啊，要天光啊！感谢大家。归以前啊，唱的一条歌《爱慕的那个女孩》都没有表白哈，到底是安怎嘞？到底就是咱的师母啊，就是杨碧如，经过十年苦劳，没有任何的约定，爱得你在你，都这个真是伟大的爱情哈，我们要不要搞？大家给杨碧如老师。因为今天是时间啦，就迄落哈，就五点嘛哈。那大家还是可以自由的留下来，你若种想要迄落搁讲话，还是再搁迄落我们再点心还有没有？来，刚刚理事长做一个结尾，大概就这样。就刚讲领导的啊，你好，问好谁个妹啊？就刚讲，然后呢，那边后面还有一些点心，请你们。吃一个腰子啦，因为嘛是讲坐较毛脆的，只腰子，感谢您，谢谢。你是阮尊严的前辈，你留落多多水的家业，伫台湾这块地。